包毛毯，还帮他包毛毯，啊？还帮他包毛毯？干嘛包的跟那个一样？包好好，对啊。因为他是送菜的。对啊，怕他喝的。上面一个门，下面一个门，你觉得呢？上面一个门，下面一个门，你要走哪边呢？不知道啊，去看看啊。大概会这里进去，出来又钻进那个门。嗯，但是刚里面我也下得快死，赶快左转，为了要减速，所以换个方向转弯这样。那下去吗？也只好下去了。没电了吗？刚刚没有检查第二次来的时候。有差啊。好松啊，你这个。转过来我看。没有在充啊。我看一下。充电中没电。它剩一格电。好啦，继续走吧。要开吗？已经开了，你看对面。No battery， 你等我一下，我点一下那个 icon。1%，很可怜。充电中啊，1%开机。为什么？啊？奇怪。那就是刚午餐之后都是耗电状态。哎。对啊，我们还是很弱哈。很可怕，没有，这个树中间雪不厚啊，有呱呱的感觉，吓了一大跳。
次就黄花公，然后趴车直接趴在桃花湾前面。你已经要趴车了？要趴车啊，两点不就饮料了吗？好像还没有两点。要两点的啦，我们上去滑下来就两点的啦。刚刚才1:15，你在讲，现在1:40，你要一直滑下来就两点啦。你是很想要尿尿？没有，这次没有。那为什么一直催着我要休息？那就滑两次花工。这里它的屁股是什么？是熊本熊。是哦，为什么它的屁股是什么？它爬不起来，就是停不下来。它屁股也有乌龟，是粉红龟。那个是老师在教学，教两个，一个粉红龟，一个熊本熊。还有一个那个摄影师，是专门拍。我是觉得哈，有很多人就说自己是滑雪摄影师，就要出帅帅照给人那个收钱的。对啊。是滑雪摄影师。就是他也滑雪，然后拍你滑雪。这里被滑软，上午还没什么人的。你又不知道上午这里怎么样？对吗？第一次走，昨天还没什么人的。都没有来过。昨天这里很干净。真的？对啊。然后我说这要下来呀、啊，那时候只有两三道，你都不要了，不要了。看来是今天没有粉，所以大家就跑来这了。
这里就可以很好的做老头弯了。就是往前倾的重心，这里还不算太跳，还可以。还不错啊，很棒吧？对啊，还可以，继续这样。接下来就坡更缓了，要去做大弯嘛。中等速度的大弯弯。发车啊！我们这时候发车了吗？哦，哇，那错了。我是想要到发车才走这边的。那你后面喊说，我已经出去了，然后你没回我。对对对，我完全忘记这件事了。那要做一次吧。Right side, right hand side, yeah, or left side? Right side, yeah. Okay. Hey, come with me. 但是要走哪一个门啊？ Yeah. 是吗？ Are you ready? You know how to do it? Hey, come with me.安全な乗車指定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んにちは。なお、乗車中に減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運転はお降りください。どうぞ。どうぞ。
Okay. Stand up. Just stand. Yeah, good. Let's wait in here. Pretty good.抱着人家，不然呢？不是哦，我没有抱着他，他就自己抱着安全带。嗯，他没有抓。他很好的，很好。他有很紧张吗？没有吧。他完全进不了。嗯，被我挡在前面了。他已经跑掉了。对啊，一个跑掉了，但是其他的不知道好不好。老师不是在后面吗？不知道，他可能在多个老师一起去。笑。啊？那不要走来了。啊，老师来了。来这里也就。可爱，很可爱。你要走左，走左边还是右边？啊，左边。是走不一样的路吗？我还没走过左边呢。是啊。这是雷索纳雷的路哦，是啊，好吗？好。热吗？超级慢。对啊，我一直都在觉得那小孩子好像掉下去了，对吧？接回那条黑线，对啊。不是，是在下面。上桥的是从那边走过来的，是从右上方走过来那个地方，然后右边有个什么东西，我在拍照的时候，这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它就飞过来了，对啊。可以了吗？几点？几点？不行的话就去 Express 再来一次。我看，已经差一分两点。啊、嗯，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接放的。你反了，好，正了正了。出去，哇，太热。好像有声音耶，怎么没有声音？嗯，让我看后面，抬头看，58%，它在变呢，正在冲，有在录吗？有。